我们将继续劝和促谈，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提供中国智慧，与国际社会一道共同推动对话协商，解决各方关切，谋求共同安全。同时，我们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拱火浇油，停止向中国甩锅推责，停止鼓噪今日乌克兰，明日台湾。但来自外部的对中国的打压遏制却不断升级，愈演愈烈，对中国的主权和安全构成严重威胁。我们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，坚决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，坚决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，坚决维护国家主权、安全、发展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。